姐妹们，我已经在家歇了好几天了，我也有4点多不洗头了，看嘴巴都烂了。等一会儿我们家会来客人，咱先收拾收拾，洗洗头。换了掌柜了，来，坐这吃完饭，菜吃好了，往外边尝尝啊。沙发上还能再坐个人入，你挨着那豆豆吧。别不好意思啦。炒鸡翅，俺点了外卖，吃下来这个麻辣烫啥的，是人家晨晨跟俺爸做的。恁几个尝尝吧，中不？尝。咱你认错吗？马老家。哪有？我是谁？婶婶。俺家人记你们的名的时候，都是这个是石头爸爸，那是赞赞妈妈，啊，然后这个是石头妈妈。妈妈。你们那不坐着吃饭呢？快点过来坐着吃呢！快点，我挨着李姐。快点，趁快吃。够着了吗？那妈还有豆豆，你见了这个爸寒暄的，见了那个爸寒暄的，都不寒暄。其实他内心的意思是都寒暄。都了解你。不是豆豆的脸面部表情一不自然的时候，豆豆都是害羞了啊。你看这个小孩儿忙了。你是俺家娃的事来，俺这俩爸有区别哈。你看俺赞赞，你看俺赞赞给你。你怪不坐家的，怪不客气的吧？吃吧，来，喝。吃饱了，干正事。你看我都属于长期用这款洗发水洗头，所以我的头上是从来没有头皮屑，我也不出油。你看我4-5天不洗头，头发也只是有一点毛躁，没有油，也没有头皮屑。我开播的头一天呢，我必须得用它洗。今天晚上咱们播洗发水，然后这洗发水哈，针对于头皮屑、头油、头痒、头上长大白疙瘩还有小红疙瘩的姐妹，还有就是头发毛躁不顺的、老贴头皮的哈，姐妹们都可以用我这款洗发水，男女老少都能用。长头发的一定要加上护发素哈。买回去咱们家这款洗发水的姐妹们，不管您家里边有几个人、几口人，全部就是连这个正装都可以打开，然后让全家的人口。怎么说呢，让全家人每人先试2遍，好用咱再说，不好用直接还给我就行了。